我建立了一間教育科技的公司，冇乜人去諗住打破嘅一個生態，就係有班房一個老師40個學生嘅教育，有冇辦法可以唔係1:40咁樣去學習，而係可以全世界嘅人都1:1咁去學習？科技咧，每3年甚至乎而家每半年咧都會改變，都會有新嘅 technology 出現。我相信將來我哋講嘅語言，除咗我哋人講嘅 human spoken language， 相信我哋會講 programming language。再新嘅技術，半年後、9個月後都會變成舊嘅技術，或者每一日都要學嘢去 update 自己，先至可以 stay new 同埋 stay green 啊。追尋夢想係有得學嘅。2015年咧，當時咧冇人講 AI， 就逼自己，我嗰一年要學識 AI， 擺低咗香港好多嘅嘢咧，跟一班喺歐洲去咗日本嘅 programmer 去學咩叫做人工智能。我諗我而家有一個小嘅成功，見到喺呢個城市，喺某一個圈子或者一啲 industry 裡面已經帶嚟改變，係真係能夠將科技嘅教育俾到我哋嘅 industry， 或者每一個人對 technology 唔再恐懼啊，學任何新嘢都會有信心啊。咁我諗嗰一刻係成功。Be the preface of your own future. We are Generation Mox.